我们轩怡先去休息一下，浩浩快来这边。新年好，轩怡。华明卡主流。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乌云重，只是想你太浓。更好的答案，去经历，因为经历是人生最好的养分。就像风雨会让种子发芽，时间的洗礼和沉淀让柔弱的牧草也可以坚韧不拔。年代吗？不，这是一个充满答案的年代。每个人都是一种答案，更好的答案。去经历，因为经历是人生最好的养分。让我回忆起以前小时候，一放学，我跟同学们、闺蜜们奔跑在广州大街上的情景。哎，毛毛，你小时候的回忆就剩下了奔跑了，对吧？对，腿好。哎，不过你们男孩子小时候就喜欢玩游戏，我们女孩子小时候呢？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没有灵气的作品。你点开拼多多，好好的来摇一摇，说不定这个所有的好运就会涌入到你的身边。我忍不住啊，怎么了？我又得摇一下了，摇，好，随身带，随身带啊，摇起来。